从2010年开始，台南市政府与台南大学签订台南小巨蛋合作备忘录，但最终因为台南大学财务不足的问题，导致备忘录失效。如今市府将与第二顺位的成功大学合作，台南市议员黄玉文向市府咨询目前小巨蛋进度。小巨蛋的部分呢，就是说成功大学的部分，他现在的意愿不知道如何，现在的进度到底是如何？黄玉文议员表示，台南小巨蛋的建立将会让台南有一个多元的大型综合场馆，会带来庞大商机。台南市长赖清德回应，目前与成功大学正在进行协调。也几个月前，我有伫个即个咱东区选出来五位议员，大家斗阵去拜访成大校长，黄校长有当面甲议员。含我的面头前讲，因有意愿。根据黄校长的说明，伊是讲成大已经进入实质的评估了，并组成专业的小组的规划当中。因是已经确认台南市政府参台南大学的备忘录已经失效。台南小巨蛋建案已经延宕3年，议员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，让台南巨蛋能够赶快促成，给台南市民一个新的综合场馆空间。记者周正宇、冯琦台南报道。